英雄联盟36季由第八 TV 独家制作，特别鸣谢多玩游戏对本栏的支持。第八 TV 旗下游戏产品《城堡争霸战》是一款非常好玩的策略加动作的游戏，本游戏为永久免费版本，关卡不断更新，游戏全程无需用户花费任何人民币，可放心操作尽情娱乐。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下载吧。节奏跟哥一直走，排位1900，稳稳的，没人把刷，我敢出来带队。开玩笑，老妹儿你就放100个心吧。明天据说天气不错，要不你来我家，哥哥教你打飞机。看我这牛逼闪闪的一炮，没人，老妹儿你先上，收了这红 buff， 咱就是霸了。老妹儿别慌，哥哥教你个小技巧，你把这红 buff 拉草丛里，这样别人就不知道我们在打爸爸了。哈哈哈，怎么样，屌不屌？来亲一个。哎呀，老妹儿，你看你，跟你开个玩笑，还跟我认真似的，哈哈哈哈。老妹儿，老妹儿，你看打西边来了个喇叭，是时候展示我真正的技术了。呵呵，手里提包喇叭，打西边来了一个哑巴，腰里别这个喇叭，提包塔嘛的喇叭，想拿塔嘛换哑巴，腰里别这喇叭，别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喇叭，手里提着个塔嘛。哎呀，老妹儿，看我口活好不好？哎呀，老妹儿，你看你，等他进入草丛的时候，我们打一波埋，要慢慢，要像猎豹一样隐藏自己，直直的，等他一踏进，就咱们 EADSG 全都扔出去，使了个劲儿啊！消消消，快消！他打上了大招了啊！你这熊孩子倒是快放开，好累！你看这节奏是不是妥妥的？妹子，咱俩配合简直无敌呀、啊！不如我们起个名号叫英雄双煞，好不好啊？好不好啊？哎，等等，口中的杀气，我飞！还好我留了100点蓝条，不迟等下场这么给力，没人把刷，我敢出来代练。老妹儿，你咋还没回去呢？你叫徐老师是吧？你要干什么？来，你给我看看你哪里去了。我讲我不打女人的、啊、老娘巴掌大的胡须毛你要不要看啊？咔，好了，收工收工啊，辛苦了辛苦了。老徐老徐，出门左拐领盒饭。那谁，老妹儿老妹儿，你跟我走。好的，导演。第八 TV 旗下游戏产品《城堡争霸战》是一款非常好玩的策略加动作的游戏，本游戏为永久免费版本，关卡不断更新，游戏全程无需用户花费任何人民币，可放心操作尽情娱乐。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下载吧。